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赵德玉，某呀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《两条美女的生活大冒险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》。好了，咱们上期那个是快速的打了暮色的两个 boss，就还剩下我看一下，还剩下那个巨人。以及那个巨魔，巨魔的话，咱们需要那个巨人的稿子，才能把那个什么巨型黑曜石把它挖开。我的天，那我们要怎么弄到那个巨型的稿子呢？巨型稿子打巨人就行了。我很好走奇，那吧。个巨人都是长得跟我们一毛一样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鱼尾巴呀？我觉得吧，这个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过去之前咱们还是那个我看一下，先。每日一条信。我先跟我媳妇互动一下，媳妇，你想我了吗？我好想你啊，调个亲。我们应该一起建造一个新的房子。我的天哪，你知道我媳妇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这句话她从来都没说过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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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说什么了？她居然对我说：“宝贝，你真可爱。”这是不是新出来的话呀？你笑什么？让我们永远保持这样，再请一个甜如蛋糕。好了，对了，还有怎么就了？是。他脑壳上那个王冠，有小伙伴说是我偷的。哦，那个王冠是那个糖果世界模组已经删掉了，所以王冠那个也王消冠失不怎见么了。样？而且我在线上已经是那个弄了四套房子，虽然说这四套房子一毛一样，但是你家两套，我家两套。哥哥，你真好，爱你么么哒。呸呸呸呸，不能跟你这么讲。好了，咱们接下来去暮色吧。这一期咱们把暮色通关之后，就可以把暮色模组给 pass 掉了。可以的。走啊！你在哪里？我提醒你。哎，为什么你每次都是慢半拍嘞？因为人家反应慢哦。咱们先去到那个之前已经有那个标记点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地形啊？好大一朵红蘑菇啊！这个是什么？干什么的，哥哥？哇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这个应梦该，游吗？这个应该是那个蘑菇树屋。哎，对，蘑菇树屋，可以下去吗？下面好多蘑菇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捡到一个暮色恶魂战利品？我丢的，哥哥，那个东西可以放家里，到时候很可爱。带不了的，他们评论说这些战利品都可以带的，不能带的。不能带，但是能放着，放着的话很可爱。哇，这附近都是一片那个，都是一片那个红白蘑菇啊，可以的。这个树屋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东西。肯定没有东西啊，你还哎，想，为什么没有你东还西？想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来吧，咱们箱子呀。直接去那个金鸡林吧。好的，我提醒你了。诶。金鸡林应该现在来这片区域不会受到那个诅咒了。哎，没有负面效果，直接朝这个空岛往上飞。我们要先去空岛吗？谜底即将揭晓，这个家伙到底有没有长鱼尾巴？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居然没有长鱼尾巴呀！你是冒充的我呀？看不看？他是个冒牌货哟！哎，这个是我耶，好可爱呀，还点头呢。干嘛呢？干嘛哥呢？哥，我怎么长得这么可爱？就你会点头啊，我也会点头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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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Everybody 跟我一起嗨嗨嗨！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，哥哥，他来来掉下来来，来有本事你上来，有本事你啾，掉下去了，不打啾，不哪？打，好可怜哦！有没有掉稿子啊？我去看一下哈，完了。哎哎哎，兄弟，你我才是失足少年，好吧？你还真的是得我正传，失足少年，去死吧你！啊！掉东西了吗，哥哥？没有。完了，咱们需要的是他那把大镐子啊，可是他们没有掉东西呀。旁边还有空岛呀。等一还下，有吗？你别 TP 我，好，可以 TP 我我没了，批评你。可以 TP 我了。哎，入口呢？入口哪出去来了？呀！
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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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快来跟我一起玩耍 ！biu biu biu， 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我拿到了！我的天哪！别抢我的稿子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我给你丢出来！大宝剑捶你胸口！哦，超级大的大稿子！哎，敲他妈的！这把原石，嗯？这把大剑巨人的剑，它的攻击伤害很低，咱们需要这把巨人的镐来破坏那个巨型的黑曜石，拿到那个阿拉丁神灯。阿拉丁神灯可以许愿吗？我要许一个巨大的愿望，就是再给我许100个愿望。先找一下附近，找那个巨人洞穴。巨人的洞穴是不是就在？哦，不，那个巨魔的洞穴。巨魔的洞穴。是不是在这啊？巨魔的洞穴是什么样子的？好像不是这，应该是在附近，没错啊。是在禁忌林里面吗？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那个在空岛的正下方往下挖，应该是可以挖到那个巨魔洞穴的。我在这边空岛的正下方看到了几个台石，什么东西的？台石？对啊。要不要从这边挖一下看看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个坑，我看进去，是不是这个坑？阴森的小道，简称……嗯，不懂，我听不懂。我好像看到了什么？好像就是我这里，就我这里。哎，来 ，come on。嗯，我踢踢你。这不就是一个山包包吗？咱们要找的是那个，哎，巨型黑，这个应该 是那个吗？黑曜石，这是普通的黑曜石。什么东西在打我？应该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巨魔吧。巨大的木色蘑菇。找那个黑曜石的那个小黑屋。黑曜石的小黑屋，这边有好几个黑曜石的石柱。哎，是不是在这里啊，哥哥？踢踢我，我看到了巨大的黑曜石。巨大的黑曜石？对对对。你在哪边？你踢踢我，我下面有好多的怪，我不敢过去。谁往哪里巨大的黑曜石？哦，对，就这里，没错，就这里没错。直接用那个红巫师全剑打他们呀！哦，我忘了我还会打人。是吧？是傻哟。我忘了我还可以打人。我怎么这么穷？这个巨型黑曜石很难挖的，哥哥你加油哈！咚，开箱子！哎，灰烬神灯，魔豆，巨什么石？有那个魔豆吗？对啊，魔豆和神秘土壤。我看一下，给你放箱子里面，我看一下。那就这个。哦，魔豆跟这个神秘土壤，好，就是神秘土壤，咱们带去那个主世界的话，它就会变成普通的那个泥土。这个魔豆的话，好像只能在暮色这边见。那可以种起来吗？肯定可以种起来啊。那我们去种吧。等一下，首先咱们需要在一片这样的地形，就我看一下，就在这里吧。灰化应该还需要水吧？喏，把它撸下来之后，它就变成泥土了，直接右键就长出来了。不需要水吗？我还准备去拿个水桶给它舀一桶水过去。其实这个魔豆就是为了让咱们到达这个空岛，头顶的这个空岛。天哪，这个魔豆。然后那个金鸡林这边的话，我看一下，金鸡林这边那个城堡1.7.10作者是已经停更了，所以城堡里面好像没有城堡。暮色模组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这个灰烬之灯的用处就是可以那个，喏，把这些那个什么荆棘
把这一片荆棘林可以用这个灰烬之灯破坏掉它。可以变成荆棘林荆棘灰吗？对啊，荆棘灰烬，这样就不会扎屁股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棵树是彩色的，你过来看。哪里？我踢你。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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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！为什么你踢我就卡了？可能我比较有毒吧。这棵树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有，应该是箱子之类的。有那个。臭不要脸的刷过龙。哦，我还以为说有箱子呢。我听他们说有在那个暮色最高的那棵树上面有个箱子。好了，咱们回去吧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咱们把各自的儿女给他分配到那个新房子里面。嗯。好了，我跟小铃铛已经把我们各自的儿女都已经安顿好了。嗯，对的，我把房子还稍微装饰了一下下。给他们每个人一张床。我放了好多张床，让他们滚来滚去滚来滚去。然后那个床头柜就直接这样放了吧。我看一下这三张床，然后你们两父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小七的女儿也带过来？毕竟他对呀、啊，他已经嫁给你们了。他已经嫁给我儿子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把你的那个小，云什么来着？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，好尴尬呀。家的装修的话是三房，这上面还有一间房。嗯，上面那个房好像放不了床哎，为什么呀，哥哥？一二，我的天哪！房间里面的那个光亮要做好，不然的话会那个会生怪的。嗯，我放了好多的银石灯，石英块。再买点，哎，我记得我好像转换桌里面有那个南瓜灯的，南瓜灯哪去了？南瓜灯我这里有，哥哥。那给你。哎，我记得我转换桌里面是有南瓜灯的。在你屁股后面。哎，我的南瓜灯又丢哪去了？哦，找到了。走开，你走开。等一下，哥哥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屁股疼。哎呦。这个楼顶的房子要重新放一下砖。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哦，等一下，这里这道门要给它封起来。还有玻璃。差不多了，再放几张床。好，然后哥哥他们又回去了。你没设置家吧？我把最后那一个没设置家，我等会把他们拉过来。小七，你家的女儿我带走了。走吧，再见。这个矿工与黑鸡结婚，哎，怎么他们都混在一起啊？
人呢？家门口这几块钻石块我是特意留给你的，你居然不要。什么钻石块呀，哥哥，我没看到呀，是我瞎吗？我看到了，哥哥，一个十字架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我先去把它挖了，我还欠你一千万。OK。然后那个，对，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？我等，过几天再说吧，哥哥。我告诉你要收利息的。利息吗？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。你看我一，你看我一家子总共有十来口人，我每天要养着他们。可是我只有100万，哥哥，怎么办？我感觉我好惨呀。一天，等过段时间有钱了还给你好不好？一天100万的利息。好了，来，稍微装饰一下，咱们就可以那个结束这一期了。嗯，好的。银石挂满墙上，这样就会很亮很亮。哎，我这个做爷爷的，哦不对，我这个做爸又做爷爷又做外公的啊，累啊，感觉好累哦。我感觉我一点都不辛苦。哎，来吧，这边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，我提醒你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